我们看这一题，它要你求下列各式的值啊。好，这三 i 就是长度哈，就是等于三嘛。哦，它在呢这个复数平面上哈，它就是什么？这是三。哦，它跟那 O 点的距离哈，这个是等于三的。然后这个多少呢？这个实部是负二分之一嘛，然后虚部的话哈，这个是二分之根号三。那么它长度的话是多少呢？哦，这个是二分之一嘛。它长度哈，这个的话呢，就这个平方了哈，加这个平方刚好什么呢？刚好是一啊，哦，刚好是一，哦，这个是二分之一嘛啊。这个平方加这个平方，这个长度刚好是一啊。那我们看看哈，这个这是一比二嘛，所以呢，这个刚好是三十度，哦，这三十度，所以这刚好是一百五十度，哦，所以呢，它相当于在互数平面上一个什么呢？单位向量，然后它方向角的话呢是一百五十度，啊，它只要问它长度嘛，所以这个平方加这个平方开根号就是一。所以第二小题是1。